完成啦！看这里，嘿，我还特地写了小趴的名字。小林玩具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前几天是小趴的生日，但是我因为有事情错过了，希望小趴不要错怪我呀。不过今天呢，我要给小趴准备一个生日礼物。什么礼物呀？因为我记得之前小趴说他想要一个可以做计划的笔记本，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了这个本子。我们快装饰一下吧。这里面呢有本子，哇，还有胶带，哎，好好看啊，各种各样的胶带，还有贴纸，嘿，还送了一个工卡。这页好了。先找到胶带来装饰边缘的位置。完成了，怎么样？我还是很有天分的吧。最上面呢，就是写一些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写今天的日期。哇，这里还有咕卡哎！那我们快给小趴做一个咕卡吧。完成啦！看这里，我还特地写了小趴的名字。感觉放哪儿都不大合适啊，做成书签的话还会掉出来。呀吼！有胶卷儿哎，太好了！方便多了，这样搭配是不是很合适呀？文文，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呀？先等一下小趴。对了，那天错过了你的生日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精心的生日礼物，太棒了呀！虽然已经晚了几天了，没关系，谢谢文文。哇，好可爱的本子啊，我真需要这个。这里面可都是我满满的祝福呢。不过你还是回家再看吧。好，谢谢。